买一个铲车，他会开铲车，他没出家之前他在别的矿里面开过车，他跟我说，营长我会开车，他开新山车都能跑没事儿，那个蛇一来了就有事儿了，就开不了车了。那蛇没跟我说，我哪知道他这人是这样的呀？知道他这样我也不让他开车呀。那天呢我也没让他开车，那铲车刚买回来啊，然后有会开铲车的，我说你啊检修一下，看看机油啥的缺不缺，然后把那柴油加上，买个柴油加上，好干活啊，要不得雇车不得花钱多呀、啊、这个大店建起来以后这铲车也就剩下了。你说这个老伙计你说多厉害啊，一面没让他去弄呢，他自己冲上去了，把一桶柴油全加到机油箱里面，液压油箱里面去，我的鼻子啊都气歪了。你说这机油就5000多块，加上一桶柴油1000多块，6000多块，在他这一会儿给整没了。我啥我也没说，说没就没了吧，你别怪了，是谁让你没看住了。然后呢，完就完了呗，我就在那块运气呀，我就说，我怎么这么含糊呢？试验的前物啊，你说这个不好说呢。不一会儿他进来了。那课堂地下就开始忏悔，向忏悔。我说你不用向我忏悔，我说没事的，你不是故意的啊。我说那你有螺丝啊，那往机油箱里加油得有螺丝，他也不要费劲，把那个是个螺丝拧下来，把柴油到那里面。完了那个加柴油的油箱，刚一拧就加油。我说你也不要累你啊，你还先非把那四个螺丝拧下来，把柴油加机油油箱里。我说你当时是咋的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一会儿就不知道他了，你知道那蛇就上来跟我说话了。蛇说：“我干的。”你听着没有？有的人我都弄不明白，到底是俩人还是三个人？有的人一个人4-5个人。我一天面对那些人，他像演戏一样。他说：“谭军真厉害，让他找这些演员呢啊！”这不是我找的，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演员，自己编的，自己导的，自己演的，演的可精彩了，跟真的一样，其实就是真的。我说你闻闻那蛇，我说你啥意思啊？你收拾他也别刮脸我呀、啊！你们这是寺院，这是道场，那常住物啊。他说对呢，我都让他破坏常住，我就让他破坏常住，我好让他下地狱。我说这话咋说的？有啥事儿还是咋的？有什么来头啊？他说怎么有来头呢？他就给我讲了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在树上呢啊，那个因为啊那个春暖花开呢，他说我就也想出来那个晒晒太阳。他说在树洞里出来晒太阳，被一个人给抓到了，然后给我这小子给我吃了，皮给我扒给我吃了，也那个肉给我斩有段了，那个皮都扔井里了，胆都喝了。所以说我从那开始我就跟上他，什么他出家，想出家门也没有，我就一直破坏他，破坏他。一到这儿，啊，我今天我也破坏他，我让他损毁常住的物，我让他下地狱。哎呀，我就劝呐，劝呐。哎，劝了半天，这个蛇终于有点开窍了，那没办法啊。啊，后来那个说，我让他念，让王毅念多少多少万遍的那个六个大明咒，要念多少部经给他回向。我现在看他挺好的，啊，然后回家了，从那点完事以后走了，走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这回回来我看挺老实，我说你啥也别干了，行了，饶了我吧。你要一做你就造业呀，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不想干的事你也干了，为啥呀？不是你干的，你的业力支配你了呀。那我王毅就出家，先出家了，我这回出家能不能再跑了，我害怕。那我的蛇还折磨的还是出不了时间长。你想你不得乐，你得亲身的忏悔罪业。你最近不忏悔，你还继续照，你能出去啊？有的人说，哎妈，我可不出家呀，我害怕出家不完了吗？你能出去不？你出不去呀，你照了一大堆罪业啊，你觉得那么多演员，你想放下就跑了，你能跑了啊？是不是？你出家了，他也照样抓你，是不是你啊？我讲因果故事呢，就给大家听，警醒大众呢。我们去看木莲尊者呢，他随佛修行持戒得到了正果了，有神通现前的。那我们要看一看他母亲咋进地狱了呢？他爸怎么升天了呢？佛就告诉我们，断恶修善得生人天啊。那么造恶呢啊，毁谤佛法呢，哎，就要堕地狱了。
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一个是爹，一个是妈，果报就不一样。而是修行跟佛修行我相同的正果呢，你看这三个人啊，就是俺家这三口人啊，对不对啊？你家这口人三口啊，一个信佛的修行的，一个啥也不信的装恶的啊，一个行善的，就咱家这三口人好好对号对对话吗？这佛法在哪呢？在生活当中的啊，我们都能断恶修善念佛，就跟那个木莲尊者一样的，跟阿弥陀佛都一样的。你说学佛多重要啊！大家如果不听闻佛法，稀里糊涂，那可就倒了八辈子的霉了。你看遇到了没学，你说不倒霉吗？倒霉是你自己倒的呀，你受苦也是你自己造的。所以我们通过玉兰盆经呢，也使我们破迷开悟，深信因果，断恶修善，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不是什么都不做了，要做呀，一切的善都要去行啊，一切的恶速速的断呢。阿弥陀佛不能等着赶那儿，我说的小，您都十年还能往生，我着啥急呀？我先看看这个，我们再看看那个吧。看看书，看看这书，看看那书吧。时间要充分的利用，把阿弥陀佛这个正面的给他提起来，保持不退。这是个境界，我们才能够得生啊，才能离苦得乐呢。不要等，不要碰，不要靠。有的人靠别人，从我呀往生的时候没事，我多交几个佛友啊，临终的时候打电话，临终的时候给告诉他们来给我看着我助念。那你自己念好不好呢？万一那个时候出了一差二错的，缘不成熟，人不来，或者咋地的，那不你就错过机会了吗？全说我们干嘛呀？要自己来啊，提起来正念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啊，心开离脱线啊，不要等别人帮助你啊，那不是麻烦啊。全说我们绵绵七月十五呢，要常以孝持忆所生父母啊。围坐玉兰盆，施佛即生。凡是佛弟子的修孝顺的啊，应念念中呢常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这是释迦牟尼佛嘱咐我们的。如果不常忆父母，不但不孝父母啊，也违背了佛意了。这个《梵王经》中说啊，孝名为戒，义名至止。孝顺父母，施生三宝啊，孝顺至道之法，不可不行孝道，也是犯戒的。如果你不孝父母，就是违背了佛资佛戒的，其罪可就大了。为佛弟子应该谨遵佛的教导，以免犯罪啊。我们今生闻到佛法呢，不好好的用佛的戒律呀、佛制的戒律啊来修正自己，来约束自己，改变自己，那就是不孝。有很多人发心修行的，他根本就不修行。我们都是发心修行的呀，根本就是伪佛制。既然都受戒呢，皈依呢，还吃呢，还杀呢，吃到行，说你说你今天我啊还断不了，因为有应酬，那么就别吃佛了呢，别让满足你的食欲，让众生到水深火热当中去呢？什么水深火热呀？那烧开了的水就是水深火热呀，那是水深啊，滚烫的水啊。什么是火热呀？烧烤啊，那是火热，烤你啊，烤谁呀？烤我们的父母啊，烤我们兄弟姊妹啊，烤我们的子女啊。所以说同学们呢，也真的要放起大慈大悲的心啊，用慈悲来救度一切众生，这就是孝慈啊。有的地方把七月十五玉兰盆会呢误解为放焰口啊、超度亡灵啊，也有的用纸钱糊个大船呐、烧法船、放荷包花灯啊等等的，其实这都是不懂什么叫玉兰盆啊，是不合经意的。在供玉兰盆的时候呢，佛教十方众生啊，皆先为施主加咒愿，就念咒加持，
要欺世父母，行禅定义啊，然后才受食。可见这个玉兰盆法会呀、啊，不单为了施食，在施食之前先要奏愿啊，行禅定义，这就是法呀啊。那没有这个法，怎么能够救道学的苦呢？这个咒愿行禅就是玉兰盆这个最主要的法呢啊，不行这个法呢，玉兰盆呢就等于是个形式的。只要我们修行啊，不去修禅定的，不去念佛的，那个法呢就是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由于遵照佛所说的如法实行咒愿行禅以后呢，末年比丘及大菩萨众皆大欢喜啊，破涕而笑啊，笑什么呢？不是笑吃的好，而是笑啊，末年母既于是日得脱一劫恶鬼之苦啊。大家都知道啊，一劫多少年呢？一劫是36亿万年。如果末年尊者不得道不得神通的话，他母亲都要在那个地狱里面做恶鬼36亿万年啊。你想一想啊，那可是苦的没有出期的。我劝我们的儿女们呢，我们那个同学们呢，真的要老实念佛呀，真的六亲眷属都跟你得度了呀。有很多人呢他就说了，我每天读地藏经念阿弥陀佛啊，有很多故去的亲属就梦中来找你啊，赶紧帮忙。大家都知道2006年7月15日是零七年七月十五，记不住了。七月十五那个碟你们看没看见过呀、啊？吉林有一个姓陈的，叫陈什么兰的那个女同学，她嫁到沈阳了，在沈阳住。啊，她今天来没来这里我不知道。啊，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因为今天是我的欢喜日，是救度七世父母的，我就要让大家来，现在就要帮助我们的父母，不要等我们的父母去世以后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想起已故的父母，那么我们一天忙忙碌碌的，什么时候想到爹想到娘了呢？现在我们就要用心来关照啊。我讲这个故事呢，这个真实的事儿呢给你听啊。今天时间挺充足的，我再讲一遍这个真实的事例啊。那个我们录下这个光碟大家都看过啊，就是姓陈的这个同学呢，我们也不认识他，他是2007年7月15日来大悲古市做37天法会的，参加这个法会。那么参加法会那天呢，他上午呢他就到露天观音那块去，他发个愿，说我要发愿呢救众生度众生，然后回向给我的母亲啊。就这样，37天法会完了以后，晚上大家都散会了，就在诵经堂呢，他就开始哭，哎，哭的声音可大了。啊，我不是讲那鬼神的事儿啊，我讲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儿。然后我哭什么？同学们找我说，谭女士那边有人在那哭呢，就一号喊呢，然后派人要救他，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哭呢？他就说了，他说我呀是这个他这个姓陈的母亲，他说我从地狱里出来了啊。然后我说你怎么从地狱里出来呢？他说我女儿今天去发愿啊，发愿要度众生，你要回向给他母亲。说我就因为我女儿这一个愿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啊，我就是没走了啊，做37天博士我没走了啊，没放下没走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就想让你们再给我帮我助念，然后我要把这些事说出来啊。我说那你就说吧，我说那你死了以后到哪儿去了啊？这你女儿以前怎么没救你呢？他说我呀特别苦啊，我死了以后我就到火屋地狱了。我说火屋地狱什么样啊？他们房间里面全是火，火烧你啊，那火烧你，一直烧你。我说你今天怎么出来的呢？你怎么能脱离这个苦呢？他说呀，我女儿啊有一天啊在那个家里面啊干嘛呀，给他女儿缝衣服缝裤子的，给他女儿缝衣服缝裤子，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给我女儿缝衣服缝裤子，他想说你把我妈哪去了啊，就想到了给他女儿缝衣服缝裤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妈，眼泪就流下来了。从那开始我女儿就想老想我，想我就干嘛呀，就到寺院里去给我超度，然后请到光碟回家就播经，播
问题就请啊，请我的父母啊，历代宗亲呢、啊，家庭眷属啊，伤害的生灵啊，堕胎婴儿啊，来这听经。然后呢，他一请我们，我就来了呀，啊，每天呢都来听经。我说什么时候来啊？他说晚上来，白天走。我说白天咋不听了呢？他说白天不能听啊，白天在听经呢，啊，人都出来了，有很多人都出来了，晚上人睡觉，人白天人都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众生要不走的话，人就有病了。我们跟人一近的话，这人就受不了，就有病了。所以说晚上呢，我们就出来了，白天就回去了。我说回哪去啊？回火无地狱呗。我说回去干嘛？不听经了吗？不行啊，虽然我们听经了，我们还没彻底明白了呀。罪业未消除呢，还得回去干嘛呀？我说呀，回去烧啊，还得要那火烧我们呢。说晚上出来呀，我们可高兴啊，听老法师讲法。那众生跟我说的，听净空老法师讲法，我们听得可欢喜，可明白了。但是业障未消除，就像那个默莲尊者看到他母亲，虽然能看到了，但是苦他帮解答解决不了，解除不了。哎，那个净禅的那个他的母亲呢，在火炉地狱里一晚上一听。一村听经呢，我说那听经让你出来吗？他说地狱里面的人让你出来，让你出来听，因为你是去学佛去呢，所以放你出来了。但是当时鸡一叫的时候呢，你就得回去了，回来里面还骚你。我说今天你哪位就相信今天佛是哪位解脱呢、不是念佛成佛吗？放下一切成佛吗？他说不是啊，他说我今天想走了，但是呢又跟我来126个人，跟我那个地狱里面126个人说，说你不能自己走啊，得帮帮我们呢。这样我就把他们都带出来了，说求你快点救我们呢。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句句真实的呀。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助念，他就好，就走了呀。哎，听到没有啊，同学们，是助念呢。为什么呀？他思地狱苦了，马上就要出离呀。从哪出离呀？从哪超度啊？从念头苦啊。是你自己念的呀，今天我们不念苦了，念佛了，念阿弥陀佛了，哎，就跟心相应了，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了，就离苦得乐了，说往生成佛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化下那个缘的牵缠。如果你不念那个缘，缘就断了呗。你先想张三，没想李四，后想王五，你想了一大堆的人，你今儿跟那个联系，明儿跟那个联系，你不联系你就闹心，是不是啊？你要知道这些缘全是演员的话，你不联系了你就自然了，你还烦联系完事以后呢，张三说话你不爱听，李四说话你生气，这不你自己联系的吗？你要不动手，你要不动心，你要不动手，那话电话就能通啊，你要从耳朵接就能说话呀、那不是你联系的吗？佛告诉我们呢，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就叫干嘛呀？哎，结缘了。我看见你就跟你结缘，我看见他就跟他结缘，这什么缘啊？这情缘啊，还是爱缘啊？就结这些缘，才是明明是这些缘吗？明明养这些缘吗？我就说了，这些是养缘，所以我们要欲修道破万缘，心内空空无大千啊，把大千世界的一切全部的放下，就是不执着。爹还是爹，妈还是妈，儿还是儿，女还是女，知道不吗？哎，不能说，你学佛了，那不是你爹了，是爹，是佛，把爹看成佛了，你看这爹好不好？佛爹，要不是我这个爹呀，爹你也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也不活了，哎，完了，这就是真成爹了，这就是厌恶了。跟尘相接，被尘境所转，被尘境所染，所以说我们就要从这儿超拔，从这儿超度啊。那哪超度的呀？我刚才讲这个事实，我是我亲眼见的，亲身经历的，真实的。希望同学们呢，真的要发心。有很多同学说，我和家里播经害怕呀，招鬼怎么办呢？嘿，佛度一切众生啊。你怎么能说招鬼呢？你怕什么呢？你要害怕你还发心干嘛呀？那7月15那光碟可能应该是做出来的吧。啊，同学们看一看，你们不要说因为这是谁编的，这么像的连哭要嚎的啊，其实真实的。你说好好一个人坐在那哭，我们寺院也不让人搁那哭，我们是净土中的灭佛道场啊，能有你们的哭吗？
但是我们一定要发心，一切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我要能帮助你，我要尽我的能力，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帮助你。如果你是神经有问题，我实在帮不了你，大家理解我啊。说你一看这人可恨，我看他可爱啊，他是佛呀。说你说你管他干嘛呀，你不管你还不让别人管啊，是不是？不干要饭那么多人，先别给他，从这生气。哎，你是人吗？你啊，说你看他那那样，你家里有的是东西，你给他吃点呗，不给他吃，你能给他吃，你还怎么样？我就说你也应该伸出那慈悲的手，像阿弥陀佛一样接大家离苦得乐啊，转危为物啊，不要打击人啊。你不帮，人家帮你还生气啊？那怎么能行呢？那哪有一点修行的味道啊？哪有一点慈悲的味道呢？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明白啊，佛法是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每个众生都可以学的，不是垄断的。所以这法你不能学，得我学啊。有的人我就觉得可奇怪了啊，三藏十二部呢，广泛的流传呢，啊，那我们怎么就不能学呢？我们学了以后干嘛要诽谤呢？是不是互相谈谤呢？啊，这就是我们的自见有问题啊！我们不能入佛之见，不明白佛在听你讲什么啊，这就可怜了，造恶业啊！我再往下看啊，由于遵照佛所说的如法的施行咒愿行禅以后，末年比丘及大菩萨呢，就皆大欢喜啊，得破涕而笑了。刚才哭，现在就笑了，笑什么呀？哎，不是说吃得好，而是孝木莲母啊，基于是日得脱一劫恶鬼之苦。如果不咒愿行禅呢，哪里会这么快的使木莲的母亲离苦得乐呢？那么这个咒愿行禅的威神力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这个法呀、啊，是在结下智之以后啊，十方众生才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啊，功能啊，不可思议的威神力。以上所讲的就是玉兰盆三个字，也就是这部经的大意。下面就讲这个经字，什么叫经呢？啊，有很多人说，很多人都念经，说林长刚谭居士我念经的啊，念这么多遍了，我也没念好啊。啊，我们要了解经它什么意思，所以说你才会按照经理佛所指导的去做。才能够干嘛呀？离苦得乐。我们对经不了解，不知道它干什么的啊？经呢是通体通于经藏，按照经字的意思啊，经就是静啊，是路径的意思，就好比走路啊，走捷径后面的路的意思啊，静路啊。这个按照经上所指示的路径走去呢，就能使人走向改恶向善呢，就能使人走向圆满成圣呢，就能使人走向满离归悟呢，能够走向这样的路径呢，哎，有什么不好的呢？啊，我们明白了以后就知道了，经者境也，就是路径，走这样的成佛觉悟的路径，破离开悟离苦得乐的路径，啊，就是回归自性的路径，经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指导你的身口意的行为，啊，最后的目的呢，就是使一切啊，使人走向呢，从生死到涅槃的路径，这就是经的意思，啊，来讲的，啊，这个经的这个意思。若按修多罗来讲，啊，这个梵语修多罗，哎，般若呢是契经。修多罗这个意思就是契经，契就是契合，经上所说的道理，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机宜，契理契机，这就叫做经啊，就是根据众生的啊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根性，说不同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觉悟。照这样的讲法呢，经与境呢就不同的，社会上呢也有很多经，有些经只使啊只能使人呢走向改恶向善的路径上去的啊，只能断恶修善，它不能使人呢啊转凡成圣，也不能使人呢满离归悟啊，更不能使人从生死到涅槃。
有哪部经上谈到断烦恼呢？啊，又有哪部经上谈到了生死呢？只有佛经上呢才谈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小问题呀，而是关乎人的生死的大事啊。要知道啊，得了人身呢，是不容易的啊。得了人身呢，能够听到佛法呢，更是不容易了。没有术士的善根是听不到佛法的，就是听到了也不会相信的啊。有很多人你就怎么劝他他都不信呢啊。有的不但不相信还要毁谤呢，那这就是说明了各有各的善根不同。有善根的既然听到了佛法，就要珍惜这个美好的因缘啊。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啊，有人劝你学佛，劝你身心因果，劝你念佛，这就是你得度的机缘成熟了，你就得救了，不要再怀疑了啊。给你一本经书，你回家要好好的去学习呀，那就是你佛缘现前了。佛缘就是你觉悟的因缘成熟了。有很多人说你看我有没有佛缘呢？你能够欢喜信受佛所说的觉悟乃至成佛的方法，你就叫有佛缘。如果你佛说再好你听不进去，你也不信的话，你有什么佛缘呢？是不是你不觉悟哪来的佛缘？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殊胜的法缘，这个因缘。佛教化众生呢，就是为这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一世的啊。有很多人说我求佛保佑我升官发财啊，四十多吉祥如意，那么我是文中有求必应啊，作恶修善听佛开示你就可以得到啊。但是呢，这不是佛的真正目的。佛真正目的是告诉我们要干嘛呀，了生死出轮回。这个世间的人呢，什么事都能做到，什么事都能办到，就是生死你没有办法去了，唯有听闻佛法以后你才能够了生死出轮回，要不没有方法说我要想吃什么我都能想尽一切办法的吃到，我想穿什么我想尽一切办法的穿到你想干什么都能干到但是呢就是了生死也了不了目前尊者呢为了救自己的母亲的倒悬之苦，请求佛说解救之法，佛大慈大悲没说这部玉兰盆经那么这玉兰盆经的经题呢，也就是这部经的整个的中心那大家说还要不要学经文呢？我怕耽误你时间不一定学完挺多那我们就快点学因为大家那个哪一本书都有，我就是照着念大家喜欢的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西晋三藏法师南法护译这是译经翻译人的原题。因为这部经呢原来是梵文，必须经过翻译才能看懂。这个西晋呢是译经时的这个朝代，也就是三国以后司马炎为皇帝，号晋武帝，就是公元265至290年之间。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的法师，是以三藏法为师的，又能弘扬三藏的人那个竺法护呢是法师的法名，这个竺是天竺一个乐师国人。那个师学识渊博，超行经苦，来到了中国弘法立生。译啊就是翻译，法师翻译的梵文把这部经翻译成这个我们的汉语功绩很大呀，所以说标在经首以为纪念。要知道当时交通不便呢，这个路途遥远，法师不必艰险官山万里的来到中国，
啊，不知辛苦来到中国，为法忘区，把这一部经典呢啊给带到中国，然后翻译成中文啊。我们今天能看到这部经呢，应该感念法师的功德啊。闻如是，一时佛在色未国其树己孤孤园。下边在讲经文之前，先讲三分啊。这个分呢，就是法分啊，这个分经法，把经文分成啊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是始创于东晋道安法师那个时代，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呀 啊。后来呢，清光菩萨的《佛地论》翻译过来了，这个论中也有三分啊，证明道安法师分得不错啊，所以说后来讲经呢都按照这三分法呢分经，把经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序分，一部分是正中分啊，在后面是流通分啊。序分啊又分分正细序合发起序，正细序就是信闻持主处众这六种成就，说佛说法呀必须得有这六种缘啊，就是信闻持主处众，没有这些因缘呢，那个法呢就不成立了，所以说法是缘生的啊，因缘啊才生出来法的，证明此经是可信的，所以叫做啊正信序。很多经的正信序呢，开始大家啊，大多数呢都是闻如是我闻的，而这部经是闻如是，其实是一样的，把闻字呢放在前面啊，还少了一个我字啊，在说明阿难尊者已证到了无我了啊。这一个闻如是啊，是闻成就，如是呢是指这一部经是阿难尊者亲自从佛那里听到的，不会错的啊，这是信成就啊。一时呢是说经的时代啊时间啊，但呢不能指定日期，因为啊各地的年历的不同啊，只可用一时说明说经啊始终就是说经的时间啊，这就是啊时成就，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说法的主啊，就是主成就。在色未国其树己孤独园呢，这是佛说的法的地方，他说法讲法的地方。色未呢是梵语，意思是丰德啊，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财宝，又有解脱的道德，所以叫做丰德。在中印度它是一个国的都城，国名叫乔萨罗国。为什么把这个都城也叫做佛国呢啊，叫做国呢，因为啊还有一个国与乔萨罗国同名啊，为了避免与邻国同名，所以说把都城叫做色未国。这个齐啊就是齐陀太子啊，这个己孤独就是啊己孤独长者，这两个人呢有一段故事。这个长者为儿子结婚呢到王舍城去啊，因见到了佛，他就发起大心了，想请啊佛到色未城去说法。于是呢，佛就叫色未佛啊，随长者呢去找个住处。那他们看到那个齐陀太子的花园很好啊啊，长者就想卖啊，想买啊。太子说了一句笑话，说如果啊你呀、啊，那个地也都铺满黄金啊，我就卖给你啊。长者信以为真呢、啊，太子见他真的要把黄金的铺满地铺起来，一看还有一个角落没有铺满了，因此感到长者真有啊不惜财宝的诚心，从而就推知佛一定是了不起的人啊。长者为了给佛找处所讲法，找住处呢啊，就跟太子说要买他的那个奇缘。啊，是他结婚用的，他父母给他盖了一个结婚用的，所以说他就会故意刁难那个长者啊，说你要是能够把黄金铺满地的，我就把它卖给你啊。你看那个长者啊，
真的是发心啊，就把这个底部的长者就把这个黄金呢，快要铺满整个的那个祈缘了啊，这样呢，他就感动了，说：“我呀，指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于是两个人商量，共同的做了一个功德，这个齐陀太子吃了素啊，施舍了素。几孤独园长者呢买了园，所以就叫做齐素几孤独园啊。我在这个园里说了这部玉兰盆经啊，就是处成就啊，还有一个众成就。这里虽然没有说明，但在文中呢有十方众生啊，四位弟子啊，这都是众成就。所以说佛说法呀，必须得有这六种成就，就是因缘啊成熟才能说的。有了这六种成就呢，就证明这部经是可信的，实在是佛说的，而不是伪造的。这六种成就，凡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都有，所以说又叫做通序啊，哪部经都有，叫通序。下面再讲啊，发起序啊，说明呢，佛说法不是没有因缘的啊，在说法之前，一定有人的发起啊，这部经的发起与别的经不同，所以说又叫做别序啊，有通序有别序。这个大目犍连使得六通，从这里开始到随不得时是发起序啊。我为什么说这部经呢？就是因为啊，目犍连尊者使得六通以后呢，他的母亲呢，看他母亲在地狱里面呢受苦，不能得食啊，来问佛，我才开始说的，这就叫发起序，就因缘开始啊，可以使人知道佛为什么要说这部经呢？梵语摩诃目犍连翻成汉语啊，为大采苏氏啊，这是尊者的姓啊。由于他的祖先在山上修道啊，只采苏为生。素就是豆类的一个总称，所以说啊，就是以此为姓的。尊者的名叫尼居律陀，是素的名称。因为父母啊，这个导素生子啊，这个祈祷大素要生孩子，生儿子。这尊者的名字呢叫尼居律陀，是素的名啊，因为他父母呢祈祷，所以说就以素为名了。目连是婆罗门种的啊，婆罗门种族的，与舍利弗是好友。有一天呢，舍利弗在王舍城路上呢遇马胜比丘了，听他说诸法从缘生，缘谢法还灭，我师释迦文常作如是说啊。于是呢，舍利弗回来了，就跟目连说了，两个人一商量，同时发心啊，带着250人啊，250个徒弟啊，随佛出家了，做了比丘了。从此听佛说法，依法修行，就证到了阿罗汉果了。证果以后呢，得了六种的神通啊，一是天眼通啊，任何高山大海挡不住他，多远都能看得见。二是天耳通，听觉也是没有障碍的，多远啊都能听到。三是他心通，就是他人的心事啊都能够知道。四啊是宿命通，能知过去世的事儿啊。第五呢是神足通，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障碍的。第六就是肉尽通了，就是啊，不来三界有漏受生啊，这一通必须证到四果才有的，这六种都没有障碍了，所以叫做通啊。所以目连尊者已经证个六通的。然后呢，欲度父母报乳父之恩呢，目连尊者这个报恩的心切呀，刚得到六通就想到了救度父母报乳父之恩呢。这个乳父啊就是母亲的养育喂奶啊，不单是喂奶，还包括了洗大小便呢挪丝就干呢
饥饱冷暖呢、啊、适时的医疗等等啊，像现在的孩子陪读啊，那父母都陪你上学去呀、啊，啊，就这样细心耐心的照顾啊，非常的周到，一点一点的养大成人的这种恩德，比山高比海深啊，做儿女的应该知道报恩啊。一，注意道眼呢，观世世间。啊，道眼就是天眼，天眼是因得道而得的啊。每个人都具足这六种神通，只不过末莲尊者呢，啊，降服了啊烦恼啊，恢复了自己本来具有的神通之善，就是修正行为以后熄灭了妄想啊，使我们的智光现前了啊，使我们的道眼呢，嗯、现前了，所以说看到。世间就是指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末莲尊者呢，上下来看呢、啊，观看呢、啊，到处的寻找啊，果然就看到了。他看见呢，父亲升天，正降天福呢，既生乐处啊，不必打搅的。这天享福呢，就不要管他了。见其王母呢，生恶鬼中了，哎，不见饮食，皮骨连立。一看到母亲可就不得了了啊，他生在恶鬼道中啊，饿了想吃呢可是不见饮食，想吃哪有啊，没有饮食啊，为什么不见饮食呢，这是由于自己过去生中啊造作的恶业所感的呀，啊，今生贫苦为何因，前生贪利呢，啊，不是，他一分一分都没舍，今生你能不贫困吗？说木莲母亲呢，也是因为啊，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不行善呢，造恶业所感的，啊，就是啊，啊，能见到眼食呢，眼食也会变成火，因此啊，吃不到水食，吃到食物，连水都喝不上。既然不能吃，所以呢，瘦得皮包骨啊，啊，那骨瘦如柴呀、啊。形容是很难看的，有很多人说不没有身体呢，怎么还有个皮包骨呢，你不知道啊，啊，你是有所不知啊，从这个身体里出去呀、啊，啊，就投生了，又投生到什么，又变现一个恶鬼身，到地狱里面啊，又变现一个地狱的身，地狱鬼的身啊，这全是你自己变现的，说能真的吗，你看养动物的鱼害什么，鱼害生产的，对不对啊，猪那动物全都生产的啊，那生产干嘛呀，不得有人去投生啊，如果没有人投生，再生个石子能活出小鱼来呀、啊、那猪生下一个石头能生出小骨染呀、啊、不可能的，都有一个神识去受生，去祭月受生啊，同学们把这个观察学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了，真的去受生，上来以后也跟酵母、银瓜花酵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在世的时候千贪利色，不会不食啊、那么贪心不足，死了以后呢，就到地狱里面或者恶鬼道里面，就生一个恶鬼的身，大肚子、小细脖、大脑袋，哎，就这样。有的人在这个世间就已经现这个相了，今天网上聊有一个菩萨大人的，就现这个相了。肚子老大了啊，完了那脖子小细脖，大脑袋小细脖，一看就是恶鬼相，为什么呀，啊，那菩萨还学佛呢，临终的时候就现这相啊，特别的可怕，所以同学们不要不相信呢这个佛在经里讲的，因为我们没有开智慧呀、啊、六通没有现前呢，没有那个具足的，所以说我们都不信，这不信是不对的，要深信木莲悲哀即波什伴王想其母，这个末莲尊者看到这种情况了，怎么不悲哀呢，于是呢赶快的拿自己用个波成了一波伴呢，给母亲送去了、这里可能会引起一个疑问呢，末莲尊者既然得到了六通，难道他还不是恶鬼的业障吗，解答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一呢按事情讲啊，按事情的情理讲啊，木莲报恩心切，看到母亲受这样的苦呢，心急如火呀，母子的感情非一般的感情可比的，
尤其是这个孝子啊，竟然看到这种情景呢，就不顾一切的赶快的盛了一钵的饭啊，给母亲送去吃了，这是人之常情的，理应如此的。二呢，以事警人呢，以这种事来警告我们大众，莫为尊者是正了果的得到通的人，他知道一般人都以看不见就认为没有了。穆莲母啊，他的母亲呢、啊、的情况啊，穆莲不是做梦啊，也不是呢、啊、幻想啊，而是以正果得通所见的啊，确实是事实的，以此作为警告世人啊，不要造种种的恶业，以免遭到那个倒悬之苦啊，就是下地狱三恶道之苦。这个三呢是檀素小乘释果阿罗汉，是初三界的圣人，已得了神通，对凡夫来讲就是很了不起的了啊，但还是啊不究竟的果位。天眼虽是通了而非障碍了，还不如法眼能观俗啊，更不如佛眼能千日普照啊。总之呢，穆莲尊者即使是啊知道恶鬼的业障啊，不能够受持送一钵饭去也是应该的啊。有三种意识大家要听明白啊。五德钵饭便以左手杖钵，右手揣食，慈悲入口化成火炭，随不得食。穆莲大叫悲号啼泣，持环白佛俱成如此。这个尊者的母亲看见儿子送来一钵饭呢，心里急了呀，哎，了不得了，赶快的用这个左手啊去护持钵啊，怕人抢啊，右手啊又去抓饭呢、啊，不想呢这一把呀、啊、饭呢还没有送到嘴里面呢，就化成火炭了，不能吃了啊，这都是业障现前的呀、啊。他又说呢，能忍的呢？哎，当我们得病的时候。哎呀，这好吃的一大堆呀、啊，能吃进去吗？我想喝点水，还吃不进去了，是不是这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哎，我大腿骨是有个往生疗了，往生疗有一个菩萨呀，是疗养的啊。今天他那个日记本我没拿来给你看呢、啊，他每本的话写的词儿老硬了，全都是开悟的话呀。他来大腿骨的时候呢。他跟他母亲来的就是来要求往生，他要五十多岁就要求往生，我说哎呀你行了，说家里面丈夫看不起他，儿女不孝顺他，他说我就在大悲古寺临了，我就投奔大悲古寺，投奔阿弥陀佛来了，我说行、啊、你来住吧啊，什么时候往生那就用功吧，哎也别执着啊，就这样来了这么快三年了，今年他往生了。他往生之前呢，我往生之前的头一天和头两天呢，我还去看他啊，他说啊，他都一个月没吃东西呢，听到没有啊？水都喝不进去呀、啊，特别痛苦。他说他身体老热老热的，然后呢，那暖气片呢，不是凉有水吗？凉了，他的身体要依附在暖气片上来降温啊，喝水都喝不进去呢，为什么？这补屎的啊。他说您讲，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你在家的时候啊，你总去养那个动物。鸡呀、啊、鹅呀、啊、猪啊、狗啊、猫啊、耗子，都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你说是不是得杀呀？说你没杀，你家人不是得杀，得吃得卖呀、啊？我说就是果报啊，卖了不得去退呀、啊，放火里面烧啊、煮啊。哎呀，我说女同学啊，一定要注意啊。男同学啊，就可怜我们这些妈，我的姐，我的妹呢，就别老买活的让他煮了，就害死他了呀。看着他老的时候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身体发火呀，真的呀！你看了以后，我不敢录像给录下来，要怕大家诽谤我，就是搞这些东西。其实全是生活当中的方法。他说男寺院就录到现在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教育大众的专题片啊！看看他儿女来说什么，告诉你啊，以后别给咱家打电话，他死的死，活的活，别告诉我们。你看儿女养的儿女啊，他都不如我们。他妈跟我们，他妈跟我们无亲无故的，啊，一点的都什么缘，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就吃呗。
你看他儿女长得什么，那姑爷长得什么啊？谁都不用回家，我们也不去。哎，可是也挺好的，这个姻缘才能使呢。我们这个李什么娟、李佩娟老婆呢，她有50几岁，马上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儿来拽，女儿来好，老婆说还是你别去了，陪我吧，她也往上不了。我讲这个因果报应真的是特别的可怕。所以说我为什么也喜欢欢喜大家来大悲股市呢？就让你们好好来看一看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的人做的事儿，然后受的果报。我们不是搞迷信，也不是搞仙搞神的，你们我反复说，就怕你们误会，这不是搞仙搞神啊。我们不讲神通，就是我在听你们讲布林尊者的神通智慧，我可什么神通都没有啊，我就是亲眼所见的啊。所以说木莲母呢吃不到食物呢是他的业障啊，刚才我讲的李佩娟菩萨他吃不到东西一模一样的，一个是活着的人，一个是死去的众生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只看他的举动我就看出来了啊，这个左手杖拨这是怕别人来抢，右手揣石呢是只有自己不知有别人啊，这种举动就是由于过去一贯的悭贪不舍呀，就是贪心自私自利啊，你看这东西我的我不能给你吃啊，这就是自私自利呀 啊就是雨点啊，你看下雨老天多慈悲平等啊，下雨你有一定是不会淋到的，对不对？看我们就不行了，你看你这家门口呢是富的，那家门口是穷的，这家是喜的，那家是忧的，不一样啊，因为想法不一样啊。我们为什么学佛都一样的呢？哎，学佛明理的就多大慈啊大悲啊，救苦啊救难啊啊，我自己啊，有的人都自己不吃都要去施舍给别人，有这种佛菩萨的精神啊。有这种佛菩萨的精神呢，行为呢我们也就不会多三途恶道了，就是因为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家呀，我们不但要顾大家还要顾国家，还要救这个世界，救一切的人，这个大心就是佛菩萨。还有我们小心翼翼的，就怕自己吃亏，完了废了啊，到地狱里去报道去吧啊。如果他换一个动作呢，看见儿子送来了一包饭呢，自己的肚子很饿呢，想想别的鬼呀那跟自己一样的肚子也很饿的，把这一包饭先给别的鬼吃，给众生吃，或者分一部分呢给他们吃，这样先他人后自己，便悭贪为布施，那饭呢就不会化成火炭了，大家都有的吃的了，那该多好啊。但是呢心不由自己呀，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了，任何的力量都挡不住我们的贪欲啊，这就是业障。那木莲尊者看到这个情况呢，悲伤的大哭大叫，这个马上就跑到佛前的禀告啊。到此整个续分的都介绍完了，下面就讲正中分了啊，就是这一部经的中心最主要的部分。佛言：汝母罪根深结啊。佛听木莲说过之后呢，就对木莲说了：你母亲的罪根很深呐、啊，由于根深所以就根长啊，由于根长所以根上又生根呐、啊，根与根已经结起来了啊，只要我们一个念头不绝就生万念啊，一念不绝就生万念啊。我要给你比喻呢你就知道了啊，你看一粒葡萄的种子或者一棵葡萄树，大家说结多少葡萄啊？很多吗？哎，我们这一粒葡萄，一个葡萄树，好比这一面一个念头，会结很多的葡萄的。那么那些葡萄是什么？都是因这一面一个葡萄树生出来的。那我们的妄想哪来的？烦恼哪来的？就是一面跟真心不相应的这个迷念呢生出来的。就是不觉生出来的啊，这一念不觉生三细，再生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从这根本给它
觉悟，从根本觉悟，就把这不觉的念头给他念念的都给他转变过来。佛说呀，木莲母就是这一根丝结呀，已经结集到一起了。为什么这个根又深又长会结起来呢？因为时间长远了，叫集恶集业成果了，生生世世生口意造业啊，这就是罪呀，造作罪业受果报，这个意识是造业的因呢，意识啊，这就是根，时间长啊，越造越多啊，这就是深的根深，造业多了，这个习性难改啊，这就是劫啊。所以说呀，这句话呢是有根据的，从他母亲左手杖钵右手揣石的具体表现啊，就断定他千贪的恶习难改，所以说罪根生结。那么老法师讲法的时候也就是开示我们，他哪一部经理老法师都告诉我们干嘛呀，看破放下啊，看破世间的一切都是啊空的啊，都是生灭的，说五蕴皆空的呀，不要你执着，不要你贪，把你的小我放下去为一切众生啊。木莲母就是自私自利，千贪不食，看不破呀，啊，放不下我呀，所以说他苦的。佛又说了，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木莲尊者在弟子中是神通第一的人，他的神通呢很大的，虽然神通大呢，但是不能够救母亲的病业啊，这就是病业不可转呐，神通大也救不了。说个人有个人的定业，谁也替不了谁啊，就是母子至亲也不能够代替，所以说佛说呀，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啊。有很多同学学佛可奇怪了啊，他说林长啊，我儿身体不好啊，什么都不信，我替他念佛行不行啊，我替他诵经行不行呢？哎呀，我说你都学佛多长时间呢？这个有没有功德利益呢？哎，小啊，佛都说了吗？功修功德，破修婆德吗？你不读经，你不明理，你怎么能改过呢？啊，你怎么能老实去修敬业呢？你怎么能死敬业敬业信前呢？哎，一定要我们每个众生都来闻法啊，每个人都能听经闻法啊，都能明理。啊，然后自己看破放下，啊，父母不要说我代替我儿读100部地藏经了，啊，然后长还没好呢，你儿子习气一点没改，该吃吃，该喝喝，该偷偷，该叨叨，该杀杀，啊，该上网吧上网吧，还是嚷嚷不回家，嗯，通过读地藏经给他回家，怎么好使呢？那他自己读就好使了，为啥呀？哎，读明白了，哎呀妈呀，真有地狱啊，嗯。吃地狱苦又发出疑心，就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你老替他，你什么都能替他，你还能替他生替他死呢，对不对？替不了啊，照着固定的业谁也替不了，好比我杀人了，我儿说爸呀，你别死了，我去顶罪吧，警察说去边后边后边当事啊，会给你抓起来，为啥呀？谁照的谁说报，这个病业谁也代替不了。我举个例子啊，我比一下啊，拿我自己做比喻，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我啥意思？就刚好你啊，都能够去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动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可别学木莲母啊。木莲尊者呢，已经证到了阿罗汉的果位了，难道还没有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来救自己的母亲吗？要知道。阿罗汉属小乘的，他只能个自利，没有利他的能力呀、啊！所以说无奈何，没有办法。我又说啊，汝随孝顺，生动天地，天神地奇，邪魔外道，道士是天王神，亦不能奈何。我说啊，你木莲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救，虽
然呢，你的孝心很大呀，很切呀，哭得很伤心呢，叫的声音很大的，可以惊天动地的啊，但虽感动了天神地奇，也是不能救你的母亲。这个邪魔就是啊，不入正道的这个坏语啊，这个魔罗翻成汉语就是破坏啊，他是专门破坏善事的啊。这个外道啊，就是心外取法的啊，别为一道。有很多同学说啊，这个是外道，那个是外道的，大家都听经闻法，要知道与心相应的法啊，就是正道啊。因为佛法是内学呀、啊内修啊，内息贪嗔痴啊，用戒定慧来熄灭贪嗔痴，佛法是内学。如果我们上外面去找去呢，哎，就是外道了。不可心外取法，心外取法啊，因为外面有个佛，外面有个佛可成的，这就是外道了。因为佛是心，心就是佛，你念念与心相应的就是正法，念念与心相悖的就是邪法。要能够分别正邪，不要在那啊胡说呀，这个邪那个邪，自己已经都邪了，说别人邪自己就邪了，已经背道了，对不对啊？啊，那个道士呢，就是修道的人，在我国指的是道教。四天王神就是四大天王，东方直播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这个西方广目天王，北方是多闻天王，这四天王就是镇守三门的。像这些神魔外道啊，虽然人数不少，也是无可奈何的。除非你求神呢、求魔呀，都不好使，就四大天王也救不了。那么一人力量单薄不能救，很多力量集在一起为什么也不能救呢？因为这些神魔自己还救不了自己呢，哪里能救别人呢？所以说都不能救。大家听懂了，我在这里面开示我们的，我们今天去求神，明天去拜仙儿，后天去找魔，帮你自己的忙，帮你干嘛呀？帮你成家立业啊，当官发财，能不能帮了啊？哎，帮不了，得靠你自己啊。以后不要去今天找这个看呢、有人能不能成佛都找人看，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能成佛啊，都找人看呢、我不诽谤啊，我不诽谤你那些看病的人，我就讲啊，你看佛说的啊，靠他们的力量能不能行呢？